太监是皇族身边的奴隶，所有太监都要净身。所谓净身，就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完全割去，而割落来的器官就叫做宝贝，放在称粮食的星里面，吊在屋梁之上，官衔越大的就吊得越高。这个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刘来喜。哇，放咁低啊，地气重，好易发霉的。唔系即系啦，你实唔认嘅？系啦，系啦，我都话你哋系噶啦。我系，我系一个太监。咁做太监都要剪边啊？上头话剪就剪，唔剪就唔剪。乜咁大件事啊？都唔知而家咩时代，皇帝有我哋照顾噶啦。等你个伤好翻之后，我要你直谏皇上，你做唔做得到啊？插喺个头度，咁一定会好靓噶啦。我要呢个契弟做七姨太。你讲咩啊？我想你嫁俾我做老婆。你冇同佢讲过呢啲嘢。有。点解你而家先嚟揾我？唔系而家，系从来都冇放弃过。跟公公请安，师父。企到做个堂堂正正有骨气有男子气概的太监。走。